再来来看，伫二二八之前，总统蔡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有检察院长陈菊等人来参访安康接待所，这嘛是当年陈菊被红关起来所在，这是唯一保存着完整见证白色恐怖时期侵害人权的大型精神拘留所，邱振辉也已经心定这是不计为止。不是我们从那个警美警华部干部所要来这边，我们眼睛是摸着。麦鸿指控是政治犯，关伫安控接待室的检察院长陈菊，二二八之前陪同总统蔡英文行政院苏贞昌，回去历史现场。虽然伊即马是豆豆仔讲，但是看周边这环境拢真矮，会当想会到当年已经压迫的氛围。安控接待室是无仅唯一保存完整、见证白色恐怖拘留室，邱转回心定是不宜其止。纪念二二八，蔡英文提早以录影的方式，为二零二二八八九海外台湾零二二八七十五周年纪念会致辞。今日咱做伙纪念二二八，提醒咱唔通忘记这段的历史。台湾会当走向民主、走向进步发展，就是因为咱有台湾人一代过一代的打拼。苏贞昌是强调，不温存不宜重演。这时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台湾会甲民主自由国家东部严厉制裁，嘛无温存有境外势力散布假消息。那台湾不同于乌克兰，我们不但在地缘政治上重要，在地理环境上也有200里的海峡区隔，我们掌握各种情况，不容有境外势力或有附和者用不实的假信息要来比附援引做不当来扰乱民心士气。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势，牵动全球经济变化，行政院盘点检视能源、民生物资、工业物料、金融市场等四个面向，包括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布局，提早采买黄豆、小麦、番麦，调降关税，也搁营业税，确保民生物资量有够，价格嘛稳定。记者郭灿的笔录台北报道。